嘛，提高阿头红嘅申请意向书引起咱们台嘅议论。财政部一直都根本林天讲，有学生嘅社运团体认真不满政府按落错位加天，去总统府头前抗议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表示，阿头红系国际组织，唔过政府呢，啥系透过国台办来提高一个意向书，安尼国际事务都变做两岸事务嘅，也同台湾嘅 TV 讲大嘢，而呼吁政府爱修正也按多唔错嘅位数。后续嘅相关大合也应该会公开。三十人嘅学生嘅参与团体不满政府安庆菜革命阿太红，从平安部到总统府前抗议。专家过后，近来见到人气支持，先从过境中，一直到半夜三点，总统府前绑的封锁线，过头警察启动地界，不到枪声烟烟味，激进表态，严厉抗议诉求，就过行去录 VP。我们今天如果自己接受了一个这样矮化主权、矮化国家地位的名称，我以后还有什么样立场跟别人抗议呢？委会不可以经由国台办代为递交申请书这样的一个途径、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加入亚太行这样的一个组织。马政府高本总归泰流向外参加阿铁红的意向书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不下注的总统批加下讲，政府目前评估决策没唔公开，安内系青菜提高，尤其系间国际事务两岸化引起沙飞反对的声。政府把国际事务两岸化，亚投行是国际组织，它有自己专属的筹备单位，所以总统府在第一个时间说要由国台办提交亚投行筹备秘书处。是一个严重的矮化国格，而且开了恶例。蔡英文强调，台湾今年阿特红安尼个国际组织，政府听错爱好好维护国家的最大利益，做唔得讲大国界。韩国总统嘅相关高层，韩国大厦没爱公开，爱国非同人民，如做得监督，贵个过程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